喂，爸爸，我们都是在风景比较，听不见你的声音了。好了，嗯，我们现在都是在室外啊。室外，对。那个你把那个 record 的那个地方给我什么啊 ？record， 对，我问你这，让你 record 对吧？哈，对，挺好。看到没有？我看一下啊。可以啊，可以，好，现在就可以了，可以聊了吧？聊几句吧，哎呀，我们今天的聊聊啊，给投资人看看有什么样的启发，有些什么帮助。有什么启发？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投资人了、啊、哈。是啊，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你呢是就是要选择一个投资目标，然后长线投资，对吧？其实股票当中赚钱呢，那么分这么几种方法。第一种就是交易了，交易这个东西，绝大部分人在做交易，是吧？对，95%的人在做交易，因为这个就是更多，对吧？那么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呢？嗯，就是买点买，买点卖点卖啊。对，那么只要你那个核心。啊，都是买低卖高嘛，买低卖高，或者是卖高然后买低再买回来，对吧？所以就这两个。那么这两个点的这两个点是核心的，对吧？这个交易，其实核心最核心的地方大家都不知道的，就是这个风险控制的问题。刚才讲到这个所谓的庄家思想嘛，我写的庄家思想呢，就是开赌场的老板就是庄家，对吧？不是你讲的那个庄家，就是把一个很有钱的人把一个股票搞上去，然后又搞下来，对吧？就是国内那些炒股票的方法，当时呢就是说，是凭空把这个股票抬上去，那也是庄家。其实股市在这个金融当中的庄家是谁呢？你要按你这个思想，就是这个思路。股市当中的庄家就是这些证券公司，你明白？证券公司就是庄家。那是。所以呢，你那个想法就是证券公司这种方式呢，那么就。其实呢，我不完全是证券公司这种方法，因为怎么呢？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呢，第一个呢是一个是证券公司，一个呢是非常有钱的大众投机构投资者。他怎么样把这个股票弄上去弄下来，对吧？这种概念我讲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就是开赌场的概念，就是赌场呢它是面对成千上万的，对吧？我就是几十万的上百万的人，但是呢因为他这个资金量大，就是用大钱赚小钱，对吧？就是说他的风险相对这个赌徒来讲或者赌客来讲呢，他是1%、0.1%这种概念。但是大多数投资人呢，他都是希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赚很多钱，就是翻倍，就是你看1:5、1:8、1:10、16、32，对吧？这种还有更多的，对吧？对，所以这种概念有2倍杠杆的，对，还有几十倍的。嗯，像这种概念呢，你讲比方去赌呢，你要如果是杠杆越大，你死得越快，你懂吗？因为不管你赢了多少，最后搞半天都会赔进去的。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怎么样把资金量搞大，就是像那个赌场的老板一样的那个大。只要因为现在在市场上他不愁客户，是吧？就刚才你讲的话很对，就是说90%的人都是在那里，对吧？交易。95%以上的人在交易，这就是表示这个生意是很大的。
谁能够在这个交易之中能够，对吧，稳定的赚钱呢，其实就是一个杠杆的问题。当你资金量大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杠杆，或者是害怕杠杆，就没有杠杆。当时你小钱的时候呢，大家都因为时间呀、精力啊、这个心态呀、想赚钱呢、都没有办法控制的，你知道吧？就是控制的比较难。所以我的所谓的这庄家理论呢，就是说开赌场的理论，就用大钱赚小钱，一天赚一点，每天赚一点点，一点点赚，积累就来了、然后呢，这就是加重我那个财富理论。当然我非常赞成你那个观点，因为我如果是有钱，对吧，像比尔，像那个沃伦巴菲特一样的，我有几千个亿或者上万个亿，你那个方法呢就特别的好，你怎么样，就是找非常低的这个价值，非常高的，对吧，就是在市场谁都害怕的情况下，但是呢又不会说消失的一些板块或者是企业，对不对，你就把你那个，我刚才就是说最近呢我写了一些文章呢，我把它都翻译成英文呢，然后在英语世界里面去，因为在大陆人里面呢，这个思维方式跟老外的方式还是不一样，所以的话我是准备开拓一个新的，对吧，市场，这个方向也是在这变。另外呢，我有很多就是媒体的报道，就是知名度在这一些东西，我也想利用这些东西呢，就把它用起来，对吧，就是表示我的知名度是在的，然后把这些文章内容啊，那个具体做法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呢，你那个方法呢，其实你那个核心就是要多融点资，就是要钱多。最后搞半天呢，你那个成功的关键就是钱多，你钱少了几万几十万，对吧，当然这是赚钱吃饭是没问题的，对吧，这个赚钱呢和钱多少没有关系。你假比方说怎么没关系呢，你一十万块钱你赚了100%就是十万，对不对，那我100万块钱赚10%就是100万了、也是一倍啊，就是你按比例来的，你不能按比例来的，多少是按比例来的，按量来的。你量大了，当然你这个赚钱的方法也是和量小是相似的，但选择的标的物不一样。对呀、这个交易赚钱呢，那么它解决不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说这个。你比如说绝大部分人都在这学这个技术分析啊、然后都在学这个 day trading 是吧，都在学这些东西。对这些东西呢它解决不了什么样一个问题呢，第一个，那么它解决不了它的安全的边界问题。对。那么你不知道你的底在哪里，对吧，这些东西有一天之内可能就快这个。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因为很多人呢，因为第一刚才讲了，我最近写一篇文章讲，大多数客户都是几千块钱，或者几万块钱，哎呀，十多万块钱的人很少。所以呢，你要如果钱少的时候呢，他把那钱肯定要全部投进去，并且还不够，还要加杠杆。这样的话呢，就你讲的那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说他的安全边际在哪里，对吧？如果假如比方说，我最近来讲呢，就是说我要100万。这一百万我不会把100万放进去的，我最多就是放个10万块钱，就最多就是10万块钱，就是10%，对吧，啊，如果顺利的话呢，我最多最大的这个市场波动大的话，我最大的就是亏就是10%。但是因为是我们做的是市场指数，我就是外汇，所以呢它的这个10%里面呢，就是说它也只有10%里面的10%，那就是一，你知道吧，这个损耗。如果你要有10%或者是50%以上的损耗的话，你就很难的就回本了，那就是你讲的那叫安全这个边界就没有了，对吧，因为你要没有一个人能够
连续不断的就是说保证十次或者是把九次都是赢的。所以呢，你要如果在市场不好的时候，特别一掉的时候，止损止不了，这个时候呢，它就很危险了，明白？这个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多少也好，它是一个投资组合管理的问题，就是一个资金管理的问题。这个本身所以呢，没错，这个资金管理是关键问题啊。这个成败呢，就是这个资金管理的问题。但是成败不在于资金管理，而是在于你买的东西是不是能挣钱。你买的，所以你讲的这个，你讲的是投资，我讲的是交易 ，OK？ 我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你假如比方说你到赌场里面去，你哪一种交易都一样，对吧？都是风险是死是早晚的问题，对吧？你讲的，假如比方说，就像你昨天这两天，我觉得你那天讲的很对的，就是说，加拿大这些这个石油。矿产对吧？啊，刚刚我们俩一谈的时候呢，那个矿产公司呢只有几分钱，现在呢变成几毛钱了，这时间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对吧？啊，对，那你讲这个就没错，没有，那叫投资。我们现在讲的很多都是投资，什么叫投资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叫做什么加密货币也好，什么虚拟货币也好，或者是数字资产也好。三个月前三个月啊，它有些涨了几十倍，所以呢，你用价值的观念，你怎么样也没办法衡量这个股票值多少钱，对吧？接着我们讲的那一个交易的就叫什么 Royalty 什么叫 Morrison Pattern 啊，这个公司三毛钱的股票现在变成三十块。你那个呢是五分钱的变成二毛五，你看那个三毛钱的变三十块，这三个月呀、啊，可能是三个月到六个月，当最低的时候呢是去年三月份也是，去年三月份呢它是三毛钱，今年呢、这个、像这些，因为未来啊，你做一个如果做股票和做这个什么和这个做外汇还和做期货不一样。对，那么就是你的做期货的话呢，因为这个期货做因为这个期货仅仅是价格高低嘛，对吧？对，高低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个做外汇的话呢，那么它也是这种用波动来赚钱嘛，是吧？对，这个当然它也有基本面分析，但这种基本面分析，比较艰难一些，比较难，因为这外汇你基本面怎么分析就是很难的。但是外汇有一点呢，它这个趋势很强，你看到没有？它是往一个方向走的，这个概率比较大，你看到没有？对对，是这样的，它其实。你所以不管是做交易嘛，就是说你要知道顶和底在什么地方。对，那顶和底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很麻烦了。像我们这种叫我们应该叫中国话叫老革命啊，就是非常有经验的人，假如底出来了，我们肯定不会错过，对吧？顶出现的时候我们也错不了，对吧？最难的时候呢，就是说还没到顶的时候，就有点就是凭着自己的猜测，可能会要到顶。猜顶是比较难的，对吧？判断顶底这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也不是不可能。不，一般都是没有耐心的问题。假如比方说，就像你刚才讲那个，我们在那个，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网络泡沫经济的时候，我刚好是搞到个顶，就跑掉了。对吧？全跑掉了，但是忘掉了做空，当时没有做空的习惯，没有做空的习惯，就像现在大多数人这样，他只有一个习惯，就是做多，那么跌下来买进去，但是问题是在于，他这是熊市的时候，他是跌的时间比涨的时间多，并且快，这就很难掌握了，啊，我是吃亏最大的就是97年那一次。很怕的一掉到一年以后，就我们前天跟投资人两个吵架，后来我就怕了。到了2000年那一次呢，我就比较有经验了，对吧？然后掉一点点呢，就跑得快了，就跑。然后呢，到2008年我又跑了，哎呀，跑得很快，
对吧？这个还是算，这个都是就是你讲的话，这个在市场上生存呢，还是要有经验，对吧？就像我们现在你知道，这个现在很多人刚刚投资，一吹牛吹的是都是股神级别的，然后你把钱给他试一下就不一样。每天每个股票都在涨跌，对，这个每个股票都，如果你趋势做对了，那你都能赚钱，对吧？ 对。所以什么股神不股神，大家都推荐股票不推荐股票，对，这都是些虚的东西，就是。对。当你把钱赚钱呢，我说句实在话吧，在股市上不赚钱，特别是在这十几年的这种大牛市当中，还赚不到钱。那简直说不过去的，那都是那傻瓜都赚钱，你要说是不跟你讲啊，这十多年股市里面赚不到钱的人早就淘汰了，这个事情咱不用说啊，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人呢，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呢是就像我们是为投资人赚钱的，就是要为投资人工作的，你不赚钱马上就被淘汰了，对不对？但是呢，很多人呢，因为他自己弄嘛，而且是。谁也不知道，对吧？那家里什么吵架呀，离婚啊，对吧？或者是破产啊，这种事情发生是没有人知道的啊。这种事情太多了。对、啊。能够在市场上长期生存的，就是在金融市场长期生存上，能够超过，如果说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来自于股市。那么能够生存上七年以上，这已经成为最大的牛人了，对对，牛人之一了，已经成为。对对，我是指的，就是说他的收入来源一定是来自于股市，不是说打着工在股市上的这个瞎折腾的这一部分人。嗯，所以就是说像这些这个。其实股民的寿命很短的，可能熊市当中连几个月也不会超过了，可能几。但是你要知道吧，对你讲的没错，就是你要知道吧，很多人呢投资呢就像赌博一样的，他们就是说，你是把你自己能够亏的钱拿来就拿来投资，所以呢一般都是很少钱，不像我们一样的就是靠这个市场吃饭的，对吧？嗯。就不一样了，就是说他们呢很多人就是还有别的工作啊，他投资其实是一个业余啊爱好啊，或者是一种这个好玩的一种状况，对吧？你要讲比方说真正投资人呢，有很多人当赌场的，对，赌场又不好好练赌技，就像你刚才讲的呀，就像你刚才讲的话，就 95% 的人在交易，其实就是 95% 的人就是把当赌场来的。所以他们去学那些技术分析啊，像那些东西，那是培养韭菜的，那不是培养镰刀的。对吧？我说那些东西培养的是韭菜。对呀、啊，像我们这个投资是不是这个市场这个，我觉得股票不波动，我觉得是不是剧烈的波动，我们都不去，对吧？其实挣钱有在股市当中挣钱有太多的方法，对吧？每个人的挣钱方法不完全一样。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投资就相对难一些了，投资看的是企业的未来，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楚企业的未来的，是吧？这个看企业的未来，投资这里面呢也划分成很多种。对，那么就是。这个话题谈起来太长了，我们就但这相对来讲，你比如说你作为一种创投的思想，作为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的思想，对吧？对，作为一种这种未来的像房地产的这种不这种升值投资的这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当然了，那种方式和价值投资应当包括在价值投资里面。另外在股市当中还有一种操纵挣钱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也是很狠的。这操纵挣钱这些家伙就是怎么说呢？就强盗级的，是吧？强盗级。对对对。怎么他就强？他钱多嘛，用钱说话，对吧？对啊，股市上的子弹就是钱嘛。你没有钱，你在股市上你怎么？对，是吧？所以这个股市的赚钱方法很多，但是呢，真正能够长期的、稳定的、盈利的赚钱呢，那么。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框架了，对吧？
这个天天光看着账碟那些东西，天天的账碟就会迷惑你的眼睛。没错，所以就是说你要去研究研究行业，去要去研究未来的趋势，对吧？巴菲特那些东西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捡便宜了，对吧？便宜买，然后合适的时候然后再卖出，这是一种烟土理论。那么后来作为这个，他再后来呢，那么就做一种价值投资呢，那么就是好的企业便宜的时候买，当然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呢，就是还有一个好的企业领导人。当然了，这个东西他必须得看到这个企业未来的15年甚至20年以后，这个企业究竟是什么样子，对吧？这是一种价值投资的一种思路。你刚才讲的那一种呢，就是这些投，你讲的那个呢，就是真正的金融企业家，对吧？投资这样的一个有潜力的，就是有价值的企业，这是一种方式。当然了，现在95%的人，就像你讲的话，都在交易，而这些交易呢，都是被市场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干扰在这里面。我跟你讲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去年嘛，我就刚好是2月份从中国回来，对不对？然后呢，就市场就开始因为刚才疫情嘛，就是巨大的波动。我呢那个时候呢，又没有什么 brokerage account。对吧，我们就有个就那个朋友啊，他就有一个投资账号在银行里面，就没有那个 quote， 什么都没有。反正就是我就看到这个电视，看到这个我觉得好了，我就进去抓一把，我个人觉得哎可以了，我就把它卖掉。然后再包括你讲的那个油，所以呢我们在那个4-5个月呢就翻了4倍。但是后来我跟你讲啊，一个教训啊，后来因为有钱了嘛，就是多了，对不对？我就开始说以为这下子能赚这么多钱，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赚更多的钱，对吧？我就把 brokerage account， 把那个 quote， 什么 chart， 对吧？图啊、表啊，那个这个市场信息啊，一拉出来以后，真的那里那难度就大很多了，还不但不赚钱还赔，你懂没有？后来我想的话，这个一定要不能看图看表，对吧？你要如果懂这个市场的话，你就要看到这些人大家都在买的时候你要卖掉，对吧？你要看清楚这个政策是掉得过分的时候你要买进去。所以的话呢，你就要看的就是通过这个市场心理分析啊，对吧？价格所谓的价值分析啊，这个看到这些人大家都在谈什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利益，是不是？当然你要做个交易啊，特别是你要看个5分钟10分钟啊20分钟啊半个小时啊或者一个小时啊，是经常会蒙蔽你的眼睛，你懂吗？蒙蔽你的思考，就是你看到那些quotes以后吧，你看到那些股票的价格波动以后吧，你的心情就是跟着这些跳。所以在这种心情很跳的情况下，如果风险一旦控制不好，那就会亏钱，是吧？所以呢，你要知道我们在交易的时候，特别是看到这个市场信息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这个事情就是排除这样的一个干扰。这是我。对，这个我现在比较少做交易了，因为交易这个东西呢，特别是这种 day trading 啊，什么这种短期的交易啊，对于因为它你看不清，蒙蔽你的眼睛。对，现在主要还是做一些，我仔细分析这接近16、17年多的这种经历吧。那么投资，我跟你讲啊，你上次讲座的时候，我听你讲这个东西特别受启发。因为怎么呢？你研究的完整个这个世界的各个市场，对吧？对。然后用它的这个所谓的制度。这个就是 quarterly 这个就是一个制度一个制度作为这个判断这个市场的方向，对吧？对，那就底呀、啊、还叫底呀、啊、一个大方向的问题。对，我后来想啊，其实正做交易的话呢，就是 day trader 的，就是说你是一天 trade 10次还是100次的问题。其实按理说呢，一天呢不能超过5次，
最好呢，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一次。你这个就是啊，你那个你原先你不是你那个 Lucy 一天还可以交一二百次的。不，他是怎么了？他二百次不一样，他呢是因为有几百万块钱嘛，那就可以买很多。他每次买一百万的这交易，然后呢，他一把就那个，我跟他不一样的，我一进去就是全仓进去了，你知道吗？一出来就是全仓出来了，没有说什么犹豫的。大组合就是全进全出。我们是因为你这就那么那个嘛，就是你搞外汇，你看准了你就再进去，对不对？对，你不能看紧了，你犹豫了以后半天以后再进去，已经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了，对吧？是的，对，嗯。啊，其实做交易呢，一天呢，一次、两次、五次呢，就确实是 maximum 过了，那就对了。如果你要做多了，就肯定会错的，就你知道吧？所以呢，就是做投资就不太一样了。投资你投资这十年八年就是一次，不是投资，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对，做投资的话呢，你就考虑我今年为什么没抓住几个十倍股。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每年你得找出有几只这种能成长十倍的这种股票来。对，这是你的投资的真正的这个目标，对吧？那么有的股票，你比如说有的股票，再一个呢，你得拿得住。投资的话呢，那么一个企业在上升时期的时候呢，它不会是一年两年的，它有可能上升个五至十年。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能抓住的这些十倍股甚至百倍股，对吧？对。那么甚至，但每年必须有一个目标。对。为什么你没抓住这些十倍股？对吧？对，这个那每年呢，那么就是说你对这个产业，对这个公司的这种发展，要有一个很深的理解。未来的话呢，你讲的没错，投资是未来嘛，对吧？所以就说像这些东西呢，仔细思考下来，就是这么多年，就是每年要研究产业，研究企业。那么研究哪些公司是未来之星，而不是说现在成了明星了。现在成了明星了就那不行的，那种东西就不叫投资了。嗯，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当杨玉环养在深闺林未知的时候，你把它找出来，嗯，把它培养成这个贵妃皇后，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你叫投资。嗯，当杨贵妃已经成了皇后了，你再去投那就不叫投资了，因为它价格太高了，对吧？对对对。所以做这个投资呢，那么就是说你要它小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企业天花板还有无穷的发展空间，对吧？对对对。举个例子呢，那么它是一个细分产业的龙头，那么是一个 leaders。那么它的市场呢，才仅仅是一个城市，对吧？你比如说这种三百万人的一个城市，在加拿大呢，你可能有四个城市超过300万，对吧？那么你有四倍的增长空间。如果在中国呢，中国有三百个城市超过300万人，所以在中国，如果说一家公司，那么它是一个 leader， 一个龙头的话，它就有300倍的成长空间。对。所以我们再返回头来，我们那一天我们俩曾经谈过全球的投资，对吧？全球投资。对对对。那么我们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做全球的极限投，你说看极限投。对，极限投。那么这个伟大的就是这种大的国家是投资的一个，它就是一个人口红利。嗯。美国的纳斯达克这个11年涨了12倍了，差不多。对，12倍。那么这个从2009年到现在，那么加拿大的股市涨2倍。对。那么也就是说呢，它中间的差距在哪里呢？第一个是加拿大的人口3000万和美国的3亿，对吧？差10倍，对吧？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美国的这个科技水平，对吧？那么这是这个政策，那么这些。
这些因素呢，那么就决定了在美国你就可以增长十倍，那么在加拿大呢，你要在中国就增加100倍了。全球投资呢，那么就说它有很多的因素，对吧？还有企业家的因素，那么我们就不去讲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了。中国的事情很复杂。当然了，你中国能够成上百倍成长的是这个二三十倍，就说这几年从2015年我做的股票到现在为止，30倍以上的成长的这股票也不少了。你比如说这个五粮液，我们当时进入的时候是17块钱，现在300多了，是吧？对。像这个创业板呢，那么创业板这个里面有半壁江山是什么东西呢？半壁江山是新能源的这些股票。那么新能源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的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除了这种好几个这种至少上千亿的这种公司已经很多了。对吧？那么像宁波时代啊，像这个宁德时代，像这个比亚迪啊，像这些像赣锋锂业啊，那么像阳光电源呢、啊，那么像这些公司呢，都是从一个很小的公司，那么从30来个亿发展起来的。现在像赣锋锂业现在已经到了1800亿了，对吧？1800亿了。那么从这是2015年到现在，也仅仅是5-6年的时间，对吧？那么是到了1800亿，那么就说你得找出未来能够，你要想找到未来10倍增长的企业，那么你就必须找出未来能够10倍增长的这种产业来，在那些产业当中再找出那些 leaders 未来的领袖来，那就是百倍了，那就会有百倍的成长。对。所以对这些产业和这些未来的这种判断呢，是一个真正投这种投资呢，你说这种投资呢，说句实在话，巴菲特是做不了的，你知道吧？他的头脑和他的背景，他可以去做 Costco， 他可以去做去做这个你想这个什么什么买账了。对啊，包括去做这个 Walmart， 包括去做这个像戴尔昆，对吧？昨天看到一个视频，专门讲巴菲特现在投资什么东西。现在巴菲特那个 portfolio 里面是差不多一半以上是 Apple 了，是苹果。Apple 这个企业呢，它是把它当消费品来做的。实际上 Apple 这个企业呢 ，Apple 是一个生态系统。它这个企业的盈利模式不仅仅是一个手机，它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一旦形成，你很难竞争过它的。所以 Apple 原先的时候，像摩托罗拉呢，像什么像这个诺基亚呢，他们仅仅是一种手机功能，对吧？但是 Apple 做的这个东西呢，它做了一套生态系统，这套生态系统你竞争不过它的。它包括自己的操作系统，对吧？包括自己的这个各种 app， 对吧？包括这个支付，他做的这套系统，就像一个环境一样，他做了个环境叫 ecosystem， 对吧？这个 ecosystem 呢，它因为我们传统的这种竞争优势是从产业链上来形成的。你比如说，我是一家这个做这个特斯拉的。那我下面的这个能源的企业，对吧？你比如说锂电池的企业，我把它买下来，锂电池下面是锂矿，那么我把这个产业链买下来，这是原先的竞争优势的一种方法。对，现在 Apple 像这些企业呢，它就不是这种产业链的方法，它是一种生态系统的方法。你这个生态系统，你是竞争不过我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所以巴菲特他就是投资。苹果的话，他就是睡大觉、睡觉觉都没问题，对吧？所以现在呢，其实呢，很多投资人呢也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单独巴菲特，现在是投资苹果的人也是多得不得了，他现在已经市值20000亿了。然后你这样讲的话，就是按照这样弄的话，那个20000亿或者这30000亿到40000亿，这个钱就全部集中在他那里了。
当苹果的这个价格是几块钱的时候，你能够投资苹果，那你就是牛人上千倍。我跟你讲，那你要如果这么讲，我跟你讲啊，我那个时候呢，他在几分钱的，不是几分钱，几块钱的时候，我们呢就是投资，说是苹果去长线投资，那我早就看好了。问题刚才你讲的话，我没有几个亿，我就像巴菲特那么多，我的，那么刚开始投资的时候，那苹果啊，就是那个在阿拉伯一个王子，阿拉伯王子呢，他有200亿，然后呢，因为当时苹果有问题嘛，所以 Steve Jobs 呢，当时就是说。他本来把他踢出去了，后来他又把他弄回来了。当 Steve Jobs 一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投资了一大笔。后来可能中间的卖掉了多少，现在可能还是多少不知道。后来这个阿拉伯那个投资者啊，就是亿万富翁啊，王子啊，被阿拉伯政府呢，那个新的皇上啊，还是皇子就把他抓起来，说他有什么。也是有什么关键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怎么呢，他的权力太大了嘛。如果当时就是20年前他就有200亿，那你说如果是他就放到苹果不动的话，这个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个亿了。苹果是这样，投资前期投资苹果没有错，后来乔布斯离去的时候你就应该退出苹果。问题是在乔布斯一进来的时候他进去了，你知道吗？乔布斯再回来的时候你就要再进入苹果。对，因为这种科技企业 和这个创始人实际上苹果真正的资源，想当年苹果是有起有落的，对吧？对对 对那么乔布斯 一离去，这个苹果就不行了，对吧？对 对那么苹果是乔布斯的一个艺术品。对，他这个企业家本身他的这个价值太大了，你明白意思吧？对对。所以这些东西包括现在的这些企业，如果一个企业家一去世，这个企业的价值就要重新评估了。对对，是吧？这些东西当然这也就牵扯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么在一个企业当中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最值钱的特别是科技企业就是企业家。对，是企业家决定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因为什么？一个企业能够增长10倍，你别说，这个就在于这个企业家的野心，他能增长10倍。对对对。如果他没有野心，他就光想我已经够花的了，这种企业家那就完蛋了，对吧？那就没得搞了，那就赶快跑。对啊。所以他始终定计划，就是明年我要翻一翻，明年我要翻一翻。这种人那就所以你投资的关键就是看看这个企业家了，你要盯着他，啊、所以看看他有没有，看看他有没有热情，有没有干劲，有没有野心，对吧？看看这个人好不好，是不是骗人的？还有一些企业家专门就是在市场上，在股市里面骗人的也有很多的。对，因为他做不了生意了，赚不了钱了，他就是说今天搞个财务报表说。我这个制度的生意不错，他明天又没有了，他就是说明天这个很差劲，然后把股票弄上去，然后他等了一两天，但我又把他搞上来了，他也是炒自己，炒自己很多的这种东西，很多、啊、很多企业是自己炒自己的，对，很多企业家自己搞自己，那、他就是挣钱嘛，对吧？对对，有很多的企业就是破产以前已经从市场上。融资就融了上百亿都多了，就200-300亿了，就是融资融了那么多钱，最后这个企业破产了，也没分过一次红，这种企业很多的。对，是吧？就是我跟你讲，这企业家里面就不是这些上市公司里面骗钱的很多，对吧？我实际上来讲呢，这个金融市场的故事很多。对，你比如说这个有黄金。没有开采过的，像西藏天路，对，到现在为止这个黄金没开采过，嗯，但是这十几年这个公司已经炒作这个黄金已经接近20年了，嗯，所以我这个公司有黄金，所以每次黄金这个价格涨得好的时候，他就是开始我公司有黄金，准备开采黄金，然后股价就涨个3-5倍，对，然后这个黄金这个风头一过去。哎，他又下来了，
这个黄金也还没开采呢。你看现在这个跟那个加密货币这个数字货币一样的，对吧？他说你这个公司里面我们是挖矿的，所以呢他就拼命去涨了多少倍啊？但是我们是挖矿的，你说你能挖多少矿？我就不明白。这个价格涨上去也是，你看到没有？股市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股市这个东西太残酷，一日钱也是个圈钱的地方。特别是美国的股市疯狂。美国的股市、中国的股市，股市这个东西啊，就是个荒唐的东西。将来能够为什么说有股市指数呢？股市指数都是排前面五，你比如说像那个像这个。像这个道琼斯二十六家和30家对吧？那么三十家，那么像这个纳斯达克100对吧？前100名的这个企业，纳斯达克呢可能有几千家企业，但是最后的钱都会集中到这100家当中。对对对对，你知道吧？所以那个 SP 也是一样的嘛。那一样的500家嘛，那500家里面可能有10件是，对，然后都集中在那里啊。现在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过了2000家小公司，就是500强以外的公司的总市值。这就是赢家通吃了。你说这个苹果的公司比很多国家的 GDP 肯定要多多了，对吧？对啊，这个，所以这些投资，哎呀，投资这篇学问就是比较艰难的。投资是永远就是很多故事永远不完的这个不落的太阳。对对对，而且一旦一个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对，就很艰难把它再挽回来。最近一段时间我讲了，我本来在写这个文章嘛，这个东西呢，这个股市上面的钱呢是很多的，就像你挖矿呀，就是说无穷无尽的，所以你必须找一套比较适合自己的，对吧？能够不会被搞到的，对吧？盈利方式，对方的方式，这是必须的，对吧？就像你那个时候波段也好，那个指数也好，对吧？就是板块也好，这个上下波动也好，然后呢风险控制也好，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很大的，就刚才你讲那个苹果那个叫一个是生态系统的问题，对吧？就是你做任何一个人搞交易要生成的话，他也要一个完整的系统，就是包括很多方面，对吧？不是说一个方面，对吧？你说刚才讲了，要作为一个经营企业家，你想投资一个企业，你必须对企业有这个分析判断能力，对吧？对吧？另外呢，你要对这个企业。百分之为什么说绝大部分人做不了投资，因为他没有投资的，没有做过企业的，他没有生意头脑，没有做过企业的经历。像很多人，你像不得投机的，像什么，你看一个人的这种一个基金经理的背景，你就会看出这个基金经理的水平。对对对，而且从那些大学的金融系出来的那些人可以称为销售员，但是他成不了投资家，他是就是 professional。 就是那天啊，昨天有个朋友问我嘛，人家都是金融专业科班出身的，对吧？科班出身可以当销售员，卖股票，卖基金，这个还能做的。给大家解释清楚。他做不了的是什么？是投资。对，因为他没有搞过企业，他就不知道企业是如何运营的。对对对，他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些从学校里新出来的这些金融系啊，全世界都一样。就像我跟你讲，绝大部分在培养什么呢？绝大部分在培养这些专业人士、销售员和交易员。对对对，他做不了投资，你知道吧？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就包括我们看一个像咱就举个例子，像戴森·李维莫的背景，对吧？戴森·李维莫曾经把这个。曾经现在也是我这个股票作手回忆录这本书还是这些大家捧为圣经的一本书，是吧？就是这些交易员的一种包括1907年和1929年他包括在熊市当中赚到的钱，那都是最后摩根都得求他说你不能再做空了，对吧？所以那这些现在来讲可能就至少几百亿美元这个级别的了，
但是他有一个天生的弱点，嗯，他从小就在交易所里混，对，十几岁就在交易所里混，嗯，他没有做过企业，对，他不知道企业是如何运营的，嗯，所以他一生当中呢，他破产了很多次，他一生就是破就是数字了。对吧，他这个一生当中破产了很多次，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没有做企业的经历，他没有办法用投资，他就没有办法去做投资去。其实呢我跟你讲，做交易呢，任何一个人呢做交易呢，这个如果是纯粹是做交易的话，这个破产的概率都是很大的，对吧，就是说就像个赌场一样，你弄得很难生存的。你有时候对啊，你很难就是说强制生存的。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唯一的就是说一个事情呢，就是说这个风险管理啊，假如比方说一般的人都会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里面去，所以那里面总是哪一天都会让你死掉的，不是早晚的问题。当然我们最近有发现有两个朋友，他交易几十年最后会有就是毁于一旦嘛，对吧，本来是都是很成功的嘛，对吧，所以呢就是死那是早晚的事情，就是说你只要是资金全部放在里面，任何人都会有死的，对吧。所以我讲的这个所谓的庄家思想理论就是在这地方，你假如有 90% 的钱放在外面，你会死吗，啊，对不对。但是你 1% 你就翻10倍你才挣 10% 吗，对吧。不是，我跟你讲啊，其实你知道就是 10%那么翻倍的话是很厉害的，你知道吗，你要知道吧，你要10%的钱去投资的时候啊，你的心态啊，你这个贪婪啊恐惧啊都排除了，明白没有啊。如果你有50%的钱放里面去，你都是提心吊胆的，我跟你讲。嗯啊，你要我跟你讲，这个心态是成败的80%-90%的概率是心态，是你的贪婪跟恐惧，对吧。所以的话我现在就是说，我如果说是10%，我就是每天买卖交易给你看，我说我就是这样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看看钱开始怎么来的，妈的这个事情啊，赚钱还难吗，不难的，我跟你讲。你下次啊，下次我跟那个另外一个朋友也说了，我说我们大家配合起来，我融资以后我90%的钱放你那里，对吧，百分之他跟融资的90%放他那里，我只要10%啊保持在市场上，对吧。然后呢就是叫直播交易直播嘛，我就不能把那平台放在那里，那个 share the green screen， 对不对，现在很方便嘛，你一个人抵10个、100个，对吧。然后我们这样一弄来，这个事情就做大了，对吧。我说你谁跟我们对着干我都没问题，我就跟你干了怎么样啊。所以呢我们结合起来是非常好的，对吧，啊，你跟我去找，对吧，什么骄阳企业也好，这个翻十倍的100倍的也好，我们都要 OK， 买在那里就不要动了，我们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拉到来啊。然后我们那个10%的资金呢，就是在外汇市场或者指数市场，就是一个持之，对吧，一个持感，啊，对，要打遍天就像打擂台一样的打遍天下无敌手，我们就是那个了，我跟你讲，你要你我讲了吧，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你想干什么我就给你干什么啊。以前的时候我在多伦多为什么搞那么大呢，就是他们想干什么我就让他干什么，你就给我一个 reason， 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就行了，对吧。那天我说在搞春晚，对吧，在多伦多我搞春晚之前，他们搞春晚都是成本都是最多是20000块钱，嗯，我就跟他讲20000块钱这个手太紧，我给你50000啊，50000如果不行我给你100000，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漂亮啊。哎，这个钱一扎下去效果就很明显呵呵啊，是不是，那当然，对，
你没有钱，谁都在那里想，你扣我扣你，最后扣扣了个半年都没钱，啊？我说赚的钱全给你们了，没？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你要赚钱，我给一半给你，我就80%给你，我都给你干了。我上次跟你讲，我还搞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跟大家说啊。以前在多伦多有个网站啊，就是2000年泡沫的时候，你知道吧？那什么东西，只要是上市，那就疯涨，明白没有？几分钱的东西就变得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当时多伦多有个网站叫新英网，比现在叫多伦多在线，你知道吧？新英网就在那个时候本来要上市的。但是大家都不懂金融，没有把那个放到市场上去，大家就没有买卖，就搞半天以为很多人给他解释要这样的条件，你要达到那个条件，其实当时他就买个壳就上去了。对啊，对，就是这样，对，他不懂啊。然后呢，后来那个网站就没人要了，因为怎么呢，搞技术的人他不赚钱呢，对，广告费也没有，赚一分钱没赚到，你看现在多伦多在线都赚钱了。一年赚180万，比特币也就赚了，对吧？他原先没赚钱，没赚钱，后来就把卖给我，稀烂便宜卖给我了，几万块钱就买到了。后来我为了把这个网站终止赚钱，你知道吗？我说你去拉广告，80%的钱给你，你干不干了？妈，这些人一拉了，我一个月就拉几千块，本来上个班嘛，拉几千块钱，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全给了他了，后来把整个网站就炒起来了。第一次在多伦多做网站，说能赚钱，后来大家都要，后来看到太好了，他把我就想办法挤出来了。他说我们是新移民，他这个人老唐一个人就动动脑筋，坐在家里比我们赚的钱还多，他就想着办法把我就搞去。我说你这些人呢，真是没有，就是无可救药啊！我给你找到了目标，找到了方向，给你找到了机会，给你得到了利益，对吧？这是多难得的事情啊！啊，对，这个我们原先也不懂金融市场，想当年我们做企业的时候都是白手起家，然后呢，啊、做了15年也没借过别人一分钱，所以这个。当时没有这种上市的概念，如果有这种金融的思想，那就牛大了。那牛大了，我跟你讲。金融的思想牛大了，我一直就没用过金融市场的钱。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自己有个自身直播馆，我有个网站，然后呢，我又有生意。当时呢，一上市，很多企业根本就没有生意，一分钱没赚到，我他妈的赚了几十万了，对吧？如果你有个几十万，你上到市场上去就变成几百万、3000万了，你懂吗？啊，他是就是加倍的嘛。做企业有企业的玩法，实际上做企业也比做金融有金融的玩法。我那个从400块钱做到买房子42万多，也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也没借钱，对吧？对呀、啊。那种上百倍的增长。不会说呢，你这个你呢，选股投资，对吧？就是长线，这个东西是没问题。但是你要有一个金融思想，就是说，在做金融呢，融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怎么样？你呢是自己做，最多是给几个朋友做，因为你要给投资人做社会化，叫集团军，对吧？野战军、直变军、集团化、社会化的一个作用，这不容易的，你知道吧？看我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啊。对啊，就是，哎呀，我的经历当中，我已经分这么几个阶段吧。对。2016年又是个分水岭。嗯。2016年，我把从股市上挣的钱全部分给股东，解散了公司。对。这是个分水岭。你那从股市上赚的钱，对吧？嗯、给了原先你那个股东，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对投资人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我一直是很佩服这种。那以后呢，由于两年的这种休息了，对呀、啊，两年休息，实际上我这个人不是个不安分的人，不安分。原先的时候，
原先我15年的时间，每年都要，每年的年底都要到全国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出去考察，到香港去。那么这两个礼拜是思考的时间，就是要考虑明年怎么去投资，明年怎么去扩大企业的这个发展。你这个有点像那个金融挖掘的东西，而且想着十年以后，那么它这个产业是什么样子，对吧？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创投的眼光。自己做企业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吧？对，你包括这种 B2B、B2C 啊，从这个2000年，我们那个时候就想到未来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对吧？对。那么未来的教育它肯定会出现是网上教学，因为网络应该是正常起来了嘛，对吧？像这些东西，我们想当年都思考的，就是超前十几年，比整个产业。你就得有比这个产业超前十几年的思想观念，对，那你才能够真正做到就是做到一个很大的企业。那么这个做企业呢，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除了你的眼光以外，眼光也就是说眼光决定你的战略。对，你如果没有眼光，你就定不出战略来，对吧？那么所谓的眼光呢，就是你能够给企业定目标，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对吧？对。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就是这是你这个 vision 和 mission， 对吧？这两个东西，那么你要考虑清楚。第二个呢，那么你要定战略，对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要有战略的，对吧？对。那么第三个呢，你要有队伍的。嗯，要团队。那么你这个团队是实现你这个战略的。你不，这马云这个人呢，他是，你比如说，你这也就决定一个企业的这种东西就出来了。要有人就是仰望星空的。对呀、啊。仰望星空、嗯。然后你这个，但是所有的人都仰望星空的，这个企业就完蛋了。还得有脚踏实地的。不，真的不是所有的，不可能是所有的人都仰望星空的。就是能够仰望星空的人，能够望极远或者长时间望的人很少啊，就像我们现在讲那个伊隆马斯克就是这种人呐、啊，他每天就是望了 啊。我们现在还在讲全球投资，对，我这个原先的我的博客有一段时间叫 Global 这个 Investment， 就是全球投资，全球投资资源整合。对，那么但是呢，连马斯克已经到了火星上去了。哎呀，你这全这个他比那个全球还厉害。对，全球投资的思路已经不行了。对，你看最近出这个股市上出了一个板块，叫太空旅游。太空旅游，对。所以老大，现在的问题，全球投资这种思想已经是不是什么新鲜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要讲股市呢，投资呢，你就要有新的概念，对吧？要有大的目标，那么就是要说的话，就是要能够吊胃口啊。其实呢，其实我们原先也谈过一些事情，就是智慧，什么是智慧的东西？对，就是你的远景，你对未来的这种看法，对这些价值观的东西的把握，对吧？然后有了这些东西呢，你才能去制定目标去，对吧？这个目标，这是一些智慧性的东西。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一些制定方案的问题，对吧？制定方案就是，也就是战略制定的阶段了，对吧？这个，所以呢，就是一个企业，我们今天谈的时间也不少了，改天再谈这些东西吧。那么包括这能谈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还有一些东西大家都意识不到的，就是你的思考的模型应该是什么。对，思维方式，思考的模型，你比如说在这个应当是包括哪几个方面。第一个，那么你应当是 Internet， 我原先有个思考的模型叫 CSI、Internet、这个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对吧、Individual、对吧，这是，那么还有 Integration 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这个思考的时候要把这几个方面全都考虑到，那你才有个思考的框架。思考的框架呢决定你思考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在我们今天的思考光这个框架已经落后了。
那么要再加上一些其他新的东西，包括这种区块链的东西，包括这种远程解决方案，对吧 distance 这个 long distance solution， 包括这种物联网的解决方案，对吧？包括甚至我们这个包括不仅仅是 international 了，那是 global， 那是这种 universal， 就是对吧？这些东西呢，你也就是说呢，你考虑问题这个思考的框架，有。然后呢，你比如说你这个解决方案当中，我就要考虑在将来的 global 的。对吧？对。那么 global 的解决方案，那么你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那么我第一阶段考虑的时候，就是在全球的这个范围之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和水平，对吧？对。那么全球的这种，你要有个全球的眼光，你不能说是原先我有一个同学，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他是我们县的，他说。我有个大的宏伟计划。我说你有什么样的宏伟计划？他说我准备在我们县每个乡镇上开个火锅店。因为他的这个思维啊，就框架在他那个县城里，对，你知道吧？所以他最大的想法就是宏伟计划，就是在县城里每个乡镇开个火锅店。他局限于这个县城里，对吧？所以呢，这种企业家的眼光呢，你比如说我们这种 global 的这种眼光 ，international 的这种眼光，那么你思考的角度和做出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眼光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钱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融资，人家愿意投你，就像那个 Elon Musk 一样，他有这个太空计划，但是有人相信他这个计划。并且呢，他能有大量的这个无限的 unlimited capital， 就是有无限的资本来支持他这种想法，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你知道吧？就像我那年的这，对，对啊，就像我在2006年刚开始融资以后，到2009年我在多伦多这地方，我也是随心所欲的事情，对吧？这个总是很重要，所以你必须呢，就是说，其实呢，企业家当然你要有一个总体的这个 vision， 对吧？就是一个宏远的目标。第二呢，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去实现这个目标。至于团队吧，跟你讲啊，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不缺人才，对吧？也不缺有想法的人才啊。唐先生，你说错了，缺的就是人才，不缺钱。不，我跟你讲啊，这两者结合的很难的。零利率了，哪里你不缺人才，哪有人才呢？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种事，我跟你讲啊。你现在只要想得到的事情，只要有钱，不缺这个人才，真不骗你。现在呢，你讲的那个政策也没错，就是说现在市场上不缺钱，因为在美国这个市场好像全球也好，现在资金大量的资金是就像海洋一样的。但是关键问题是怎么呢？有这样一个想法的人，对吧？他没钱，他融不到资，不像 Elon Musk 这种人。他有这个就是记录，对吧？就是好，就像我们讲叫交易记录或者投资记录一样的，他做过企业，他也做成功的企业，从一路路来越来越，并且来做的企业是越来越大，人家相信他，对吧？他能够有那个，然后你想想，他每天走在那里就有思想的，你看他每天都是在那个这个电视采访啊。全球各个方面都在采访啊，各个方面都给他不同的这个 idea， 很多他因为他这么有名的话，很多人才都适应到他那里去了，是吧？你像我，比方说像你讲的话，你讲的大多数，我跟你讲，我在中国的时候回去，中国人聪明人很多啊，那个个都是你跟他讲啊，他跟你讲，他也是有眼光的，他也有远大的这个目标。他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后来就是缺钱。你知道他这个东西，唐先生，我说句实话，聪明人很多很多，对对，聪明人仅仅是能够设计出解决的方案来。对对，我刚才智慧的人很少。对，第一要有智慧，然后呢，就是要能够把东西吧，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能够做出来的，是吧？这个东西是很难的。你看我上次回去的时候，因为我是
就是怎么叫华人巴菲特嘛，对吧？对，就是告诉你懂钱嘛。所以每个人他说我不要你的钱，我你教我怎么样去啊？融资是问题啊。华人巴菲特，我说我跟你融资没问题啊。我说你首先现在我就搞了好几个月了，但是呢，后来我发现一个基本的政策在里面，融资也是要需要钱的，对吧？因为并且呢，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你没有钱的时候融资是很难的，说什么也没用，对吧？钱是跟钱走的 ，money trades performance，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很多人呢就搞不清楚这个啊，讲了什么？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做了这么多了，投资几千万了，上亿了，现在上不去了。你告诉我怎么投，我给你多少了啊？那个 deal offer 都很好了，他说我就没钱，我说你没钱我也没钱，大家都看到你看我看你大家都碰到同样的情况，对吧？我说你首先来讲啊，你这个融资呢，首先你要有个10%的资金在，你才能融到钱。你如果一分钱都没有，假如比方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个人有10万，我就可以融100万，对吧？你没有这个10万，一分钱融不到，对吧？你如果有的这100万以后，啊，我有的账户上有几10万呢，那你给我融几百万行？可以啊，你几十万交给我，我就给你去融了。我交给你不行，我操盘呢。你的不是我融的资在给你操盘，你问题是在你不能说不行，你的钱放在你那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最后搞半天你。那个，因为我这是种子资金，我不可能把它拿出去的，是吧？我跟你讲了，你那这个种子资金所有的事情我给你汇报的，对吧？我做这个事情你要满意的。那是不现实的，我一年可以做，我相信我的能力一年翻一番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问题是翻一番，你是不是你现在是30-50万翻一番，我现在给你300-500万翻一番，这是不同的概念的事情，你要搞清楚。那你融资应该放到我账上去，我不能拿到你那里去，对吧？不，你不是，我不是说放你账上的问题，你现在你是要我跟你讲是怎么样融资，你要发钱的，当然是放在你账上。假如比方说你现在放了50万，对不对？啊？我跟不是说这牵扯到另外一个话题，对，另外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那么融资呢是这个融资是一块，对，这个资金管理是一块，对，这个资金投资是一块，和那是这个利益分配。那你第一块是什么呢？第一块你要有钱啊，你没有钱融资你怎么哎呦，想当年说句不跟你讲，想当年我把它分掉的时候，那个时候分掉了接近700万。你不能说先把那个钱没那个就把它分掉了，你这个也是犯了个错误。哎呀，人总要有一阶段要结束掉的。我那700万，我的茅台当时有光挣的钱就75万茅台，我那75万的茅台放到今天，4500万，至少就1500万，你明白吧？对啊，我那茅台当时不给大家把那个钱分去干成礼，放到今天也是30倍。哎，我那750万放到今天，可以不客气的这么说，至少是7500万以上了，你明白吧，唐先生？我知道。这个我把它，但是人生总要有一个阶段，你要扎住的。我跟你讲啊，巴菲特也有一个阶段扎住的。对对。巴菲特这个原先那些股东在69年那个时候，他把它分掉了，他原先的股东没有了，解散了，对吧？他是后来又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投资，那么吸引的股东，巴菲特自己投了50000块钱，你知道吧？对，巴菲特自己投了50000块钱，一直这几十年下来，他成了全世界的首富，曾经。对，你也我们也在向巴菲特学习啊，就是你投资10万块钱，然后变成比他那样的。我投了10万块钱，按说我应该能吸引到几百万。对吧？对呀、啊，对呀、啊。因为什么？说句不客气讲，我这个，当然我不会投资10万块钱，对吧？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我投我也要生活，我也要享受的。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那有我这十几年、十七八年，全世界到处旅游，买房子、买车。我跟你讲，老婆孩子，现在我跟你讲，现在呢，你看啊，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就是说怎么样去投资这个板块，什么选股票，这个东西我是没问题，百分之百支持你这个。但是你要有一点，你要搞清楚，首先是要，首先第一步是融资。你没有钱，对吧？你就是怎么样搞、啊？没有钱做不大。这个、对呀、啊，你现在第一个，首先你要这个去投资这个过程，第一步是融资，对吧？第二步是自己管理，对吧？第三步是投资什么玩意儿？这有一个过程的、啊。我这么说吧，一个企业家呢，那么因为我们做过企业的。一个企业家的野心决定他的这个思路和眼光，对吧？对，这个如果你没有野心，那你企业怎么也做不大。对的，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做大的，你就不想做大，你怎么能大呢？对呀、啊，你想都没想到怎么会大呢？肯定不会的，对吧？所以你想的不一定大，但是你不想肯定不大。对啊，你连想都没想大，你这个怎么能做大呢？所以他就没有动力。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几十年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什么 ？Intention。Intention。那种强烈想赚钱的欲望，所有的中国人都想赚钱。对。你知道吧？那个开小卖部的，从早晨五点多钟开门，一直到晚上十二点才走。哎，他为了挣钱，他可以说，他就可以一天就十几个小时就开门，外国人能受得了这种磨吗？对对对，他为了挣钱那种 intention， 说句不客气啊，他你知道他那种动欲望有多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说我们那个时候，连吃个鸡蛋，连穿个衣服，光着脚，对吧？什么说你什么都没有。当他真正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什么东西是维持了这几十年的发展？就是这种强烈想赚钱的欲望，外加上市场经济，对吧？对，改革开放两个字嘛，对吧？就是这加上市场经济。对，那么这是核心。今天中国人仍然是这种强烈的欲望要比老外强得多的。对对，他想挣钱。你唐先生现在还在想挣钱的那种，你挣钱相当大的，对不对？所以呢，中国未来还会发展，但是中国的问题不在这里，中国还可以找到这种几十倍成长几十倍的企业，没有问题。对，但是中国的问题不在这里，你知道吧？那我们就不去谈那个事情。今天不谈这个了。嗯，就那个事情就太麻烦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然后我们下次再聊、嗯、啊。今天聊了很多了， okay, 对吧？好，各个方面都有了、嗯，给大家借鉴啊，看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啊。那就再见了，嗯，行，再见，嗯。